啊，这个无张力的送吊轮是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说我把这个滚轮是吧张开，它就是一个自由的状态，看到没有，它是可以转动的，靠那个我们后面有一个电机，有一个电机的呢，这里有一个电机 motor， 然后带着滚轮把标签纸往前送掉，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呢，如果说在那个打标的过程中电机停下来了，那这个刹车轮就会把这个纸牌给刹住，这样子转起来的时候它就把它锁住了，这样的话就转不动，纸也不会说那种无序的往前跑，这叫无张力送紧轮。如果说这个地方改成电机的话，就有个问题，电机和这个电机两个收卷一个送卷的一个同步性，然后再就是故障率也会加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用过好多客户过后才有的一个解决方案和一个方式吧。